是看到那个画面上，其实我刚刚从那个粉丝突然很激动飙出一段话的时候，我就想哭了，但是我一直在克制这个情绪。然后就是千言万语，就是想说我的确成长了很多，跟大家一起走来，大家也成长了非常多。看那个树洞微博，是因为经常会看到一些粉丝留言说他心情不好，他觉得很绝望，他对这个世界很绝望。我曾经也有对这个世界绝望的时候，所以就是我也想稍微做一点什么事情，可能这是一个特别傻的一个事儿吧。但是其实我觉得，其实是对大家有那么一点点的帮助的。然后特别谢谢大家。就是在今年的时候又让我哭成这样，然后也谢谢大家治愈了我，谢谢你们陪我过的生日，谢谢。